心怀爱慕，含蓄几时袒露心声。有喜欢的小姐姐吗？有。强硬追求，霸道踏兔，深情告白。你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忍心？面对选择，他该何去何从？我可以做你背后的女人。史上最坚定的决斗宣言，恶心不死你，算我输。我要打不过我就强拆。求求你不要放过我。下播你闭嘴，行不行？7月12日，谁是国服第一？花落谁家？